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3月15号礼拜五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蝎座，今天呢是贵人加持，身材有道哦，适合投资获利。母羊座朋友呢，今天呢新欢出现了，适合告白，感情升温哦。巨蟹座朋友呢，今天心情愉快，可以规划接下来的旅行，而且呢期待假期出现。那么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的，分别是水瓶座的朋友啊，业绩不能达标，导致你心情不好；双鱼座朋友呢，则是近视增加了，眼睛比较疲劳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，火象星座请用粉橘的颜色数字一，土象星座请用各种大地色系数字四，风象星座请用青草的绿色数字七，水象星座请用卡其的颜色数字三。